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妹。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管护身符，一尊呢是神兽代歌老虎，另外一尊呢是神鼎啊。我们先看，今天先看神兽代歌先啊。可以看到哈，两尊呢都是有它的那个验证卡的哦。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尊啊，神兽老虎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OK，那我们先看一下啊，你这一尊牌先。那么这一尊老虎呢，有这样的一个原装的庙盒，那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OK，那我们看放近看先。可以看得到啊，这一尊呢是一个老虎的一个小金身呢。那么这一尊呢，是由大法会开光祈福加持的，也是为了纪念龙婆潘101年的哈，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本的。那么这一尊呢，佛那个是由大法会加持的，那么它的庙名是瓦库丹，然后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小金身。老虎呢，大家都应该知道，老虎呢，它招财力啊也是非常强的啊。看到它中间还有捧了一个东西的啊，那在这边，老虎呢，它可以招财，可以避险，还可以挡住灾运，帮助好的运气，增添气势。如果是当官的，可以帮助官运，然后呢，能够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具有老虎般的霸气与自信，充满着力量。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那就是镇宅。啊，老虎呢，佛牌呢，经过高僧开光加持后呢，具备了特殊的一些能量，放在家中供奉呢，有镇宅的功效，还有转运。也很适合一些投资的人士，比如股票啊，能够改变自身的运势，扭转大吉，也能够让风险呢降到最低，或者是减少风险，功效还是非常多的。老虎呢，它是森林中最为凶猛厉害的万兽之王。当其他动物闻出有老虎的气味，或者是远观老虎的话，都会非常的惊慌，或者是恐慌的逃走。这也代表了它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虽然老虎呢，它凶猛、残暴及可怕，但是人们却常常想去观察和了解老虎，这也代表着它的魅力。人缘魅力吸引人的注意，因此呢，老虎天性有捕猎、谋生的技能。那么在森林中呢，不会说找不到食物，这代表了超强的生存能力。丰衣足食会有非常好的财运及生育运哦。还有呢，现在佛牌呢，就是这尊老虎呢，它也是非常出名的，很多人也会请一些神兽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佩戴哦。那底部呢是这样子的，还有两个小小的，可以看到在这边。OK，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第二款佛牌先呢。可以拿第二款佛牌，那也就是顺德了啊，顺德。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验证卡，那我们看一下牌心，这个呢是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品相呢还是非常的完美的哈，这一尊的品相。那么这一尊呢是由龙婆培大师傅开光祈福加持的，庙名是瓦比滚通，佛历是2539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背面，背面呢是有那个龙婆婆的一个自身的法相在背面的。然后可以看得到它的左右呢都有那个经文额央。这一尊呢是佛历2539年的哈，距离现在呢已经是20多年，已经快要30年的一尊牌了。神殿呢有着佛牌之王的之称，它最早的起源呢也是由阿旃多大师傅制作的。佩戴神殿佛牌呢可以保平安、辟邪、避险、挡灾、助人缘，所以呢也深受到大家的爱戴及认同。那么很多入门的时候刚开始要佩戴的时候呢就会选择神殿啊，也是一个入门级的佛牌了。给大家呢先讲一下它的功效哈，一样的啊，它可以呢对事情的危机事情呢有预感，可以帮助人员六合辟邪、避刀之的伤害。我们佩戴每一尊佛牌的时候一定是需要用心善良或心存正念哈。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佩戴佛牌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让我们如果是你佩戴是佛或者是师父级别的话，我们尽量都是佩戴上半身的。就拿我现在拿这尊佛牌，就是佛也就是神的，应该是要佩戴在上半身。还有呢在如果我们没有佩戴的时候呢，应该要把佛牌放到比较高或者干净的地方啊。当然如果是你家有神台的话可以放在神台，或者也可以放在一个干净和封闭式的盒子里，然后要放到比较高的桌子或者柜子上哦。还有我们在佩戴的时候呢不可以做一些不敬佛牌或者圣物的一些行为哈，比如说男女啊，或者是看一些不好的电影啊，这些等等啦。因为作为正牌的话，我们就是要去尊重它。好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神的佛牌的一个由来哈。最早出现的神的佛牌呢，大约是在2382年左右，是由曼谷的瓦拉康师傅阿旃多大师傅所创作的。那么他的灵感是如何而来的呢？据说一天阿旃多师傅呢正在禅定，听到其师傅的声音说明天日出很特别，早起到海边看日出吧。阿旃多大师傅呢就便跑到海边去了。当时呢天还未亮，但东边发出一道白光，慢慢变作一尊全身发着白光的佛像呈现在东边的海面上。阿旃多大师傅高兴到流下眼泪，这尊像太阳般的佛像一定带来幸福平安。然后呢叩拜离开，这样阿旃多大师傅便开始制作起神殿佛牌。而制作神殿佛牌的原料呢通常都是用庙里面的泥土、香灰或者高僧剃下来头发、五谷以及高僧舍利子而做成的，然后再请各大名士的高僧为佛像做大法会诵经，十分的珍贵。神殿佛牌可以的功效就是全功能哈，保护这些呀，能够事事顺利、事事如意呀。神殿佛牌没有面相呢，初时法座
多为三层，代表着天地人三界，亦有五层、七层、九层，近年呢，甚至有11层之多啊。所以呢，这就是最初佛牌的这样的一个由来。但是这次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三层，后面有演变的不同的法相了。可以，谢谢大家支持。